欢迎，太高兴了，两场我们都赢了，太棒了。真棒，非常好的成绩，欢迎。我首先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，指定香港为这次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的比赛主场。这是香港首次为国家队担起主场的责任。作为国家的一份子，我们感到万分光荣。我认为这次比赛对香港来说，除了表现国家对香港一直的大力支持，更展现了三大特点和意义。第一，香港可以善用一国两制的优势，贡献国家快速发展。第二，香港可以把握好国家的大力支持，举办国际顶尖盛事。第三，香港可以集一流运动员，展示精湛技术，促进体育蓬勃发展。2025年，香港将携手广东省和澳门特区，主办第15届全运会。特区政府会全力推动香港的体育发展，从普及化、精益化、盛世化、专业化、产业化5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体育政策。我们也会全面增加和提升体育及康乐设施，鼓励社会各界合作，建立热爱体育的文化。